人家说心理影响生理，似乎有款特效药叫爱情能治百病。 Twins 的成员阿娇似乎就是见证者。今年年初，阿娇向大家公布喜讯，准备嫁给潮帅医师赖宏国，大家的喜悦怎么也藏不住。近日阿娇上节目表示，自己一直有失眠问题，但来到台湾就会睡得很好。曾经有一次在男友诊所睡到不省人事，原来是他睡在高压氧气器中，不小心睡太熟，连护士都叫不起来。但碍于后面还有病人需要使用，最后是由未婚夫把他背出来。没想到后来竟然有护士问赖医师：“你老婆很喜欢睡觉吗？”让他很糗。阿娇也说自己平日很难入睡，必须戴眼罩，再配合特定的环境才能安然入睡。谈到床上的小摆饰，沉浸在幸福里的他秀出床上的玩偶，忍不住对主持人撒狗粮，表示这个我只会放在床边，不会抱着，因为现在已经有人抱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